近日，郭品超被拍到与一女子共进晚餐，饭后两人分头行动，但最终还是先后进入了同一家酒店，恋情在天实锤。随后，该女子被扒名叫马泽涵，比郭品超小19岁，是黄子韬公司旗下艺人，参演过《夜空中最闪亮的星》等。去年10月，郭品超、马泽涵曾被拍到在横店牵手散步，恋情一次曝光。郭品超经纪人表示否认称，确实是拍戏认识的朋友们一起聚聚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